迷你短裙，安心亚一现身，诚意十足。扭腰摆臀，还不时对镜头放电线飞吻，让台下粉丝大吃冰淇淋，直呼今年台北场就安心亚最有看头。除了劲歌热舞之外，安心亚不惜在服装上耗资百万，准备了四套全新服装。先是戴着神秘面具以埃及女神的造型登场，随后边唱边换装，越脱越有看头。虽然这回是安心亚首度在台北陪粉丝跨年，服装上隐藏的大爆点引起全场尖叫声连连，意味掀起跨年夜另类高潮，就如同他在彩排时预告的一样，真的没有让大家失望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